天喜运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。上午杀了只羊，我们现在准备烧烤了。这是你做个小灶台，反正简易一点。现在刚刚开始生火。这里是我们熏腊肉的地方啊，刚好有这么多烧红的木炭，把它搞过去，火还是有这么旺，差不多了已经。加了一点，火势还有这么好了，准备烤了。哈，这个。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球衣有多久没穿了，上次问到我不穿给他一套之前在国内上班的球衣。阿德阿德，刚刚我出去买点啤酒，然后顺便叫他买这个竹签，这个这边没有，搞了一个这个，凑合着吧，这样用刀砍一下应该也可以穿肉了。 OK， thank you， 给了一点跑路费。加工完毕，我们把这个后半部切一下，还是可以用了，叫他们去洗一下。阿豆 wash， you help， 不帮忙的不让吃。 yes， you help me to chin。 这是上午我们腌制好的啊，拌了一下调料，我们准备开工了。看一下火势也还可以了，不过这个竹签有点问题，很容易烤断，太大了这个火。